乎今年你还是乔治自己的创作？哦，算是。对，为什么说算是？不完全吗？是他成名作品。哦。对，目前也是指标性的、啊，每次乔治一定都会唱。我不知道他曾经他有说，很久没有唱，很久没有唱。他曾经有说这首歌，一直在表演。他说，到时候会有封《母亲的名》这首歌的那个计划。对，就到现在还是没有。没有，有曾经封过一段时间，封过一段时间，然后又拿出来唱，是因为有原因的。因为我有个好朋友，哦，是来就是高雄那个南门音乐的好朋友沙克。哦，沙克。沙克，但前阵他。前两年他有发一张免费的 mixtape 在台北台湾的，对，我歌有在里面，然后他要找很多歌，他要找很多歌手，然后那时候我想说他不然有心要做，不然我就选一个台湾意识比较重的歌曲，那就把不确定的名拿出来就重置，对，有重置，重置，对，就是有心的、啊，有心要重置，有重写一些，要把歌词都改掉，然后编曲的重做这样，对，然后那这个拿出来那段时间，我才开始又有在拿出来唱哦，就是再一次的宣传它了，对，宣传这首六年前做的歌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可是他唱，我觉得他唱《木线的苗》那时候是其实他在台上看起来是很认真的，对，然后就是这个我要怎么讲？因为这首歌其实启发点是也是因为那个。蔡正南那一首歌，我把他歌词的前面就是拿来就是引介做，就是引用做副歌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歌词其实还蛮很棒的，对啊，我其实蔡正南好像其实也是因为这张专辑拿到了金曲奖，没错，对。还有像是说我那个实习期本来就还蛮喜欢蔡正南的，因为乔治阿布拉的关系，乔治阿布拉。什么是乔治阿布拉？一部电影哦，教授演的啊，然后他在里面演警察，演一个贪污的警察。对，啊，反正就是那个谁，陈昭荣有演。对，还有小黑，啊，教授演是男主角。对，啊，还蛮算国片啊，这算早期、中后期还蛮有名的一部经典的国片。对，因为里面很多就是国骂片段，很有名的。对。然后有用到蔡正南的歌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蔡正南有演啊。哦。我很喜欢蔡正南。哦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蔡正南其实是台湾的北野武。嗯。非常。哎呀，推翻。北野武比较帅。因为北野武帅，韵味那个。毕竟北野武真的有前科呀。哦。对啊。所以北野武应该是台湾的贺一航。非常有钱啊！不懂钱哥啊！不懂钱哥，要讲这么辣的话语的。哎，既然聊北野武，对，北野武，对，你们大家，你们喜欢他什么作品？我很多呢。你全看了？没有到全看的。哦，没有，我比较少在涉猎。我唯一真的涉猎就是《人中之龙》第六。吉尔飞到前这三集一定要看嘛。可是相较之下，我更喜欢奏鸣曲。哦，你真的是喜欢黑道系列。对，奏鸣曲，因为我觉得奏鸣曲它的编排跟它配音其实都还蛮强的、啊。而且最后，因为我永远忘不了，就是最后奏鸣曲那一幕，就是最后，嘿，北野武拿枪，他明明可以活下去，他明明已经可以活下去了，但是他最后就是，他蛮像那个亚迪的 MV。其实吉尔飞到最后一集是这样子。可是，在前面就是奏鸣曲，我很喜欢奏鸣曲，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台词讲得很好，就是如果变得就是跟就是他们在他跟女主角在讨论说，就是他到底怕不怕死这样子，就这段你还记得？还记得？对，他说如果变得太怕死的话，你会不知道就是这样，不知道怎么死。嗯，对，我很喜欢他这个。就没有谁怕死，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接受他。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在关于人，特别是他以一个就是走投无路的帮派混混，被当炮灰的帮派混混的口中讲出这句话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深度的。嗯，可能就是人生走到随时会尽头的一个地步这样。嗯，厉害。我自己是很喜欢他那个，完了，一直想不到电影名称，就是一个这个十几个男孩，然后在那边练习，然后一对高中生当那个当他们的爸爸妈妈，是
吗？哎、欸，练拳击。我都忘记了。你也知道这出？我知道。几滚掉不要紧啦，然后到最后大家都走得很肆意这样子，都是几人。好，北野武跳过。关系，北野武的作品是真的还蛮多，还蛮有趣的啦。嗯，而且他还蛮懂得，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不同的角色。他也不是说哦，就是因为他比较有名的东西，真的就是只演，就是演黑道的。黑道，所以大家对他的认知也都是只有黑道片，但是他也不只有黑道片。没错。像他演过做头饰的、啊。对。他演的做，可是他演的做头饰太帅了。有点像身心太阳一样，你还是喜欢原版的座头师？就原版的座头师比较有味道，可是他的座头师是很帅，可是有点太帅了。好，让我们话题拉回来。拉回来，因为乔治哥的创作，你除了木剑侠，你有没有什么作品是想，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，或是？其实我最近有做两首还蛮重点的东西啊。哦哟。对，像如果说比较新一点的，前阵子就是那个跟人家合作那个 Gary I Cham 那个 Gary I Cham， 哎，那个就跟谁合作？一个高雄的，算是 V Maker 啊，对，他的艺名叫焦来阿玛，对，啊，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用一首歌叫 All the Way Up 嘛，然后他就是拿来就是做把副歌做的就是要叫你劝人家签牌的东西，签的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分组的，我 Gary I Cham， 啊，然后我就有跟他合作做那个。哦，就是劝大家，就是想要赚钱就要拼，要拼就要签。对，他最近表演也都会唱这首歌。哦哟，对，如果八月的那个南拳北腿台湾场就对，有丢出来40万，然后就是有一首歌还在赶，就看八月认真场能不能拿出来做。哇，还不能讲、啊。这首歌叫而立。而立。就而立之年嘛。30而立。30而立，因为我今年30岁。啊，你才30岁而已。对。怎么可能？长得比较老而已。他看起来很像45。然后我要讲的是，就是可能30岁，我对于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总是会有那种观念，就是说，我这几年哦，这几年常常会有那种，就是如果16岁的时候自己说我以后一定要干嘛，20岁的时候说我以后一定要干嘛，可是我甚至会有一些想法就反过来说，如果十六岁的我看到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，看到30岁的我现在这个样子。不知道后来我怎么想，就是我写一个就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东西，哦，好内心哦，很期待。啊，然后再加上因为之前那个老舍大叔里面，我歌词不是有讲说，就是我到了而立之年还是当着乔治哥，在《星际传说》忙着去演乔治哥，对，一部分也要写这些东西，也就是说哦。因为我的原来魔鬼藏在细节里啊，对，就是我的绰号就是台南走跳王，台南走跳王其实这由来就是，人家常问说为什么人家台南走跳王，我也是很简单，没有，我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，我说很多人没有说你，好了，我们现在问下一位，就是主要是因为外地的朋友他们可能来台南，然后就是我就带他们吃吃喝，然后就哪边我都很熟，因为台南是很小，就是你也知道就是就是要认识一两个人，然后你可能就是台南市人，可能就一半。啊，对。对，那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可能朋友比较多，然后没有认识乔治，就认识台南全部。哦。走跳王，不要那么夸张。对，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都说，乔治走跳的很好啊，走跳王。那为什么叫走跳王？就是因为很难得我在台南地区走跳很好，可是一出台南地区，我就变成废物这样。没有没有，这完全不是。对，我们有时候就是有一次去那个台北公馆表演。那我跟乔治还有那个魏公子吃饼的大弟，对，我们就是想说要去，哦，这我跟他讲过，他很非常的自豪，对，那我就是想要去 Seven 买个饮料喝，对对，然后我就慢慢的步行到 Seven， 然后就有一个人坐在那个 Seven 门口的机车上面，那边用手机，然后我们当我们从他身旁走过去的时候，他转过来看到乔治，他说，乔治哥，竟然是乔治的朋友。在台北的公馆，我操！我这个当下我是完全不敢置信，你知道吗？这么红，台南走跳王已经快变台湾走跳王了，真的是地下里长伯，哇，太夸张了，没有了，什么时候来拼一下市长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我可能先从市议员当起，可以从里长，我从为地方，先为地方耕耘，这样再慢慢的走上来，对，希望你可以，对，打造一个就是。
有爱音乐的都市。所以我刚才提出那个故事，就是想要推翻他刚才说走不开的事，就没有。对，没有。他现在已经是如果画出太平洋才有办法。如果说在台北去 Seven 可以遇到一个朋友的话，那我在台南市的 Seven 我可能可以遇到四个朋友。你逛夜市，你逛夜市你就知道你是地下市长。就是因为朋友很多嘛，然后就是像可能我有时候朋友之间都有时候会需要帮忙什么的，那我可能也会说帮朋友帮忙什么什么的。对对对。那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像我歌词里面讲到不 care 乔事，就有的时候其实像我而已这首歌其实也要。谢谢你帮我拉回，我要弹这首歌。对，就是我也有回归自己，就是当会做。好，就是因为走票网这个称号，就是想说哦，我走票的很好嘛，然后都会帮大家的忙嘛，就什么忙找乔事都会帮，都有办法处理。那其实《耳语》这首歌其实也有回归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是探讨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会做这些事情这样子，所以是跟自己的一个对话。目前制作进度大概是怎样？50%吧。哦，还很期待，期待。就是此意都写的差不多，然后只是说就是彼此的部分跟所有的部分就还要再弄一下这样。而力，就是我很难得，就是很认真，很要写一些很震惊的歌，所以我会特别希望把它弄好。哇哇哇哇，好期待！就有点像李泽当的这种构想。李泽当，哇哇哇！然后可是一定会有很多就是鸡粉啊，就是酸我说感觉宣二十面的，没有鸡粉会酸你，鸡粉都是好朋友。大家都好朋友，所以这一次南拳北腿有机会还是还没确定，还是应该有机会啦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哎呀，应该是可以的，蛮期待的。可能正式版是不一定会有机会，可是我如果说做那个 betting 可以。你说正式版的机会是这辈子吗？还是？对，可能这辈子。我靠，没有啦，就是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就是可能你说正式版在网络上试出这支证，我就不确定了。只是说。就是活动之前，我可以感觉就是好合理，就是稍微可以唱这样子。就这首歌，可能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重心。是。我觉得希望可以把它做好。不用你管。喂，我们很多群众在听我们的电台，对。谁讲都可以，就已经讲不行。为什么？他太重要了吗？我才不需要你的 DJ。DJ。哎、欸，我做领金呢，我做领金喜欢听刘烨喝这病呢。然后就算给他听，他听完就说：“哦，是，然后就没了。”没有，我这次会给予评论。你每次都这样讲，算酷。没有，因为他做的作品其实是非常难得可贵。如果他就算他已经做好一首歌，要先给予鼓励。因为它产量比较少，对，产量比较少，进度比较慢这样。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乔事啊。对，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装当走跳王的角色。嗯、对。哎、欸，说到走跳王，其实我在 YouTube 上有看到你曾经有拍两支搞笑影片。哦，对啊。就是用那个扫把，然后测试自己的嘿怎么样才会打喷嚏。嗯。你那个时候是想要做 YouTuber 吗？没有，就那个时候就好玩。然后他有一个是跌走路走，要不然跌倒，然后冰块掉冰淇淋掉到地上。对，你没看过？阿基没看过。我有看过。还有那个打篮球那个啊，打篮球他是公司出的。哦。啊，那个是之前店里的账号发的。对。我那个我有看过，还有那个时候不还有什么减肥计划是吗？啊，减肥计划那个没有，减肥计划只有在 Facebook 上面。哦。所以有要继续做搞笑的作品吗？其实我还蛮有点想尝试当 YouTuber， 就是做一些超适合的啊。不是因为其实吼，就是我会做这些事情的初衷，但是就是为了好玩。然后我会因为好玩，然后要达到我要的效果，我可能会就是不计代价。所以，我有时候有人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想要做看，可是因为这种东西需要人家就是。如果今天又很认真的要弄的话，如果今天不认真弄的话，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要做不做的。那如果你要很认真弄的话，你就必须要一个程度的资源，还要请剪接啦，还要请干嘛啦啊，然后频道还要管理啊。对，其实经历一个频道蛮累的。对，可是如果我找不到人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暂时先丢。好，这个在此是公开征求啊，那个乔治需要。如果有人想要，如果有人觉得我还可以，还有效果，然后想要跟我一起经营 YouTube 频道的话，其实对。就是有时候大胃王什么的，我也想要尝试一下。哇，大胃王哦！
可以，或者是大家，啊、然后就是对啊，我也希望就达到个十万百万订阅这样子，然后借机踏入 YouTube 界，就是这。所以你觉得你的大胃王系列可以比千千进十中还要厉害？没有，马上解决。我单纯马上干掉了。我单纯就是想要可能哪一天可以跟他合作一下。啊，合理。你不觉得千千很漂亮吗？千千很漂亮、啊哦，公开告白哦。可是我比较，可是我菜其实是日本那个的，木下优香。好，木下优香。对。所以林志颖结婚这个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影响？还好啊，就我觉得有点可惜啊，毕竟我跟他的感情没有一个结果，但对啊，就找不到最好的、啊，给明明就是跟水厂拍 MV， 你怎么会跟林志颖有联系？暴龙呢？啊，暴龙没有，你不是暴龙。言承旭。三角龙。雷龙，你才剑龙，你干。那因为你在《人有攻略》的 MV 里面其实出现很多次，你算是一个重要的戏精了吧？没有，我平常都不会介绍他叫梁乔治，或是台南走跳王。哦，你怎么介绍的？台南人有攻略吉祥物。哇，他已经是定位在吉祥物这个角色。我明明就是。看我们就有一些内心戏，就是大家都不知道，大家都只是看一些好笑的。你哪有内心戏？有啊。哪一首？怪物、啊。哪首的 MV？ 怪物啊。还有呢？哈哈哈。Facebook。Facebook 叫内心戏？哎、欸，干你在那边纹身好哎、欸。在那边吐血。纹身好哎、欸。啊。纹身好。也就那个而已、啊。纹身好。好啦，可以啦。合理啦。好啦。三一啊，所以节目应该差不多了。所以最近有拍吗？最近有拍 MV 吗？好，没有。最近刚好没有。最近风吸引了，吸引了。对。就对。应该是最近短期的 MV 都比较沉重一点，都比较正向一点。对对对。就是比较不需要就是搞笑。对，不需要搞笑。不需要吉祥物。对，不需要吉祥物。因为吉祥物最近很。我承诺做一首歌给乔治拍。哇、哦，真的？没有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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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一下有什么歌。我也过。可能太难了。等三十。哎，这件消音，消音。只有从头到尾都哔哔哔哔哔。乔治就是一个脏话。哎，那乔治最近的店内。对，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？就是除了新产品以外，你大多数的时间应该都在店内。对，嗯。就如果很各位朋友就是这边想要跟各位就是观众朋友就是呼吁一下，就是大家如果有想要就是刚好顺路经过也好啦，那或者就是你本来那边没办法顺路经过，好，要特别过去。反正就是大家看，大家不管在店里看到还是在外面看到我，就是。就算不认识我，你也可以过来跟我打招呼，拜托千万不要害怕。喂食，因为就是可以喂食吗？不要了，我就在减肥。终于在减肥。就是其实还蛮多人跟我反映，就是说、哦、我看起来很凶这样子。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觉得，我就是讲一下我这句愿望。好，那我还澄清一下，他不是看起来很凶，他是真的很凶。干。真的很凶，他打不起都被放过一些人来处理。打不起都被好像这样跟人有而已。对对，乔治，这个就跟我爱你跟那个还是跟那个什么哎呀一样，这个就是讲得到做不到嘛。哦，那大家不要那么当真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一个节目效果啦。对啦，不是因为真的还蛮多人跟我反映，就是说看到我在偷拍我还是怎样的。很困扰吗？或者是在买东西，或者是跟我买甜甜圈，然后就是只有偷拍而已，没有超紧张，然后在那就是。哦，说可以就是拍照嘛这样子，其实也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我还蛮开心的，就是有认得出我，还是说知道我，然后干嘛跟我打招呼什么，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啦。就是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害羞，也不要害怕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还蛮多，就是阿迪啊，就是后来才跟我讲说，因为他觉得我这边看起来很凶，不是啊，因为我在那边第一生意没有很好了，第二天气又很热了，就是面相没有办法，真的太好看了。啊，认真工作的表情呢？对啊，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比较认真，就是眼神过于专注。哎呀，就是你们也不要觉得说，哎，我很
对，其实我这个人真的是很和善，很好聊天的，就是我可能没办法像阿基三步三，嗯，他真的很好聊天的、啊，要不然今天节目才会这么久。原本预计录一集，就不小心因为我的关系变上下变三集，对，变三集《魔界三部曲》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谢谢乔治哥，谢谢阿基，耶、yeah~。